学徒的丘陵向远方缓缓起伏，蜿蜒起起伏伏，消失于地平线的那边。曾经写过哀切动人的恋歌，可惜。 那所以这个组也是说我只能选一组吗？还是说如果有兴趣或者比较公开可以？像这个呢，如果是自动自己的，这是自动自己还是才是自动化的？